上面有刺，然后很多人被刺在上面。对，这是什么地狱嘞？地藏经里面的。地藏经里面没有这个地狱，对不对？还是有？禅师说这个地方还是属于刀山地狱。还是属于刀山地狱就对了，只是里面的一个小境界就对了。好，那你看到人被刺在树上面，他就这样被挂着。就挂在上面肚子，然后喉咙被穿刺过去，又挂在树上面。哦，肚子跟喉咙都被穿刺，所以两边都穿就对了。对，然后肚子、心脏，那树是很多刺的。嗯，对啊。嗯。我就看很多鬼差一样，插着人，插的东西，然后插着人就往树上的刺挂，挂上去。啊，他们要挂在那边挂多久？那后面有个鬼差，就像挂在上面的人吹气，然后他们又完好如初了。哦，吹气，然后就下来了，下来再把它插上去。啊，另外一个拿铁旗的东西的鬼差就把他们插着又插，又掉到树上去。啊，这是犯什么罪会来这边？背信了、哦。对。嗯。还有呢？所以每个罪人都是背贴着树。背贴着树。所以叫背信。在人世间。嗯。就是人而无信嘛。多之后，对，言而无信。讲的话都不是真实嘛。对。嗯。那有的罪人被挂在上面，一样石头被拉出来切刀。所以他又被挂上面，又被割舌。对。哦，好。然后欺骗父母。欺骗父母、嗯，所以他是欺骗父母，然后又背信。对。嗯。还有呢？啊，欺上犯下。什么？欺上犯下。啊，欺上犯下。对。OK， 好。还有吗？然后先看到有一道很亮的光芒，然后照向其中一个罪人。要叫他说法吗？那净空禅师说，是因为现在人世间再生的亲人做功德回向给他。哦，怎么样的做功德回向给他？请师父诵经。哦，或者他们自己有诵经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他就那可是照光给他，他有比较减缓罪罚吗？怎么样的减缓？就完好如初，然后就跪在地上，向着那道光合掌。那他就不用要磕头，那他就不用再受那个刑罚了吗？是吗？济公师父说，因为人世间的亲人为他做了功德，而让他真实免离现在所受的罪。但是未来还是要再受，还是要，还是要就对了。济公师父说，人世间为他做了功德，他只能得到一分而已。对啊，跟《地藏经》写的一样啊，七分功德，六分自得啊，一分才有对方、啊。现在要开始受罪了。哦，现在被鬼差又插的肚子又往树上插。你说刚刚那一位就对了，他只能休息一下下就对了，对，然后又再继续就对了。对，哦，嗯。我济公师父说，他刚刚休息的忏悔，也可以帮助他早日脱离现在所受的罪。嗯嗯嗯嗯。
我说诚心忏悔的功德很大，嗯，比人世间做家人做给他的功德还要大。嗯，我有个问题想要请示哈，就是说这些罪魂他在受刑法的时候，如果他们当下真心忏悔的话，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减免掉，还是不行？减免的罪会比人世间家人做给他的功德减的还要多。可是真的那些罪魂他们在忏悔，是真的忏悔吗？还是只是说因为受不了那个刑罚而想要忏悔，然后结束了刑罚之后？济公师父说，一般只要受到罪的罪人忏悔，大部分都是真的。真的忏悔。对。哦，所以不是说为了要亲身体验到那种苦，不是为了要减轻刑罚而去忏悔的，就对了。也是有。有的马上就会知道了，就会再抓回来，再继续行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怎么知道他们？就是说，比如说他怎么知道说你这个是假忏悔？是不是可能他在灵体上面会有光或者什么之类看得到，知道你这是假的？济公师傅，鬼差会知道，鬼差看得懂你是真忏悔还是假忏悔。哦，他们鬼差知道就对了。所以任何人都不要侥幸。鬼差耳朵可以听到他心里面想的话。哦，是真的想，还是只是想要脱离那个刑法的想 ？OK， 好。所以任何人都不要有所侥幸哈。鬼差说任何真言假语，嗯，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。OK， 好。所以这些罪魂不要想说要侥幸，抱持这种侥幸的心态。好。现在有个罪魂在讲话，就是刚刚拿的三叉叉罪人，让那个鬼差。他说在人世间要多诵经多持咒，嗯，对自己有帮助，对不对？多孝养父母是有帮助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多放生，多放生，嗯，就是尽量不要杀生嘛，不要为了口腹之欲而去吃众生的肉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造福的，对自己有帮助啦，哈，造福的一些作为嘛。然后要多供养出家人，供养出家人，对，嗯，好。你再说一分一毫都有无量的功德。嗯，可是我有个疑问呢，很多出家人是假的。后面不见，来，我帮你念个咒。因为我在说你供养的时候，不要去管出家人是真是假。嗯，反正我的心，的我的心是对的，自然会被那个业障压死。但是您的功德还是一样，管供养真的假的出家人，您的功德都是有，都有就对了。对，哦，但是假的出家人，他要去背负这个，会去背这个很严重的罪障。哦，了解。所以我们要做的话，我们就不要管那么多，就对。对，好，了解。然后千万不要怀疑佛法。是不会怀疑佛法，但是其实佛法佛道都没有错啊，错的都是人啊，是人在错啊。那真的，这个世道上真的很多人都拿着佛道法在乱做啊。插着一个，在世的时候是一个假出家人。哦，假出家人，嗯，也是插到那个树上，所以他是背信。是啊，没有在。还没有被插到树上，现在正把它插出来而已。嗯，啊，我想知道这个假出家人，出家人一直合掌，一直祈求济公禅师救他，很痛苦，因为肚子被插着叉子，然后腾空。嗯。我想请示一个问题哈，就是说这个假出家人，他除了要受这个背信的这个罪罚之外，他还要受什么罪罚？
无间地狱，无间就要进无间地狱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还不算无间地狱，不是，这不算就对了。济公师父说，这个对，这个罪对他来说是小事，是小轻而已，小事，很轻的罪而已。哦，后面还有更重的刑罚在等他，就对了。哦，那个更重的刑罚就是在无间地狱。济公禅师说，千万不要假扮出家人。嗯，去骗众生的布施。嗯，灭掉，然后好像变成一个小人，故意嘛，一直在。